幾年，我都幫公司做唔少嘢啦。就嚟到97啦，我個人就好民主嘅。如果大家心目中有人選嘅話，我願意退位讓賢。俾兩秒鐘大家諗諗，如果投靚坤嘅請舉手，如果投靚坤嘅話，我第一個舉手。嚟到呢度咧，真系忍唔住啊！因為呢間係間古惑仔主題嘅冰室啊，身為 fans 嘅我咧，真係氣韌大發啊！一人一支可樂。